9月12日，许晴在微博晒出两张穿着旗袍的背影照，并配文：“许你一片晴天。”稍显残酷的岁月在她身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照片中，48岁的许晴身材窈窕，腰线迷人。许晴给人的印象是温婉端庄，面带酒窝，多了几分甜美。中国旗袍穿在她身上真是完美，旗袍真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。随后，导演毛卫宁也晒出许晴新戏定妆照，许晴将旗袍完美驾驭，韵味十足，完美的侧脸尽显优雅大方。网友纷纷评论：“许你三世情缘。”